来自西乌旗多路扎马俱乐部，
他都不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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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凉叶，那凉叶上打完就完了。他们拿来了。你想不拿过去了吗？小朋友们。宇宙宝，现在1-1打的，到时候。不知道，偷嘴边界，那个这个擦穿，那刚才那个队前面45的那个，45耶，回北京啊，4-5个小时吧。一排即将进行的是来自啊，第五级决赛，到沈阳、啊。红方高铁，周大庆，高铁，不知道没坐。蓝方高铁，张帅，来自北京天池。场上最后比分3-7，红方高铁获胜。二排正在进行的是女子60公斤级比赛，红方高铁李秀梅来自市立体育院，蓝方高铁达先昭来自青海农村大学。能不能让三角给人站一下，也才4角。公斤级比赛，红方运动员周婉晶来自北京天池。
男方运动员李艳平，来自阜阳市体育总学校。二班场上最终比分9-0，男方队伍优胜。二团现在进行的是男子52公斤级比赛，红方运动员阿拉伯伦，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，蓝方运动员王新元，来自天津北辰区新兴。新疆乌鲁木齐的巴依纳财大学弟马婷，请速到讲台上。新疆乌鲁木齐的巴依纳财大学弟马婷，请速到讲台上。怎么回事呀？
接触。有毛毛虫睡觉的特点。是我们国家非常优秀
是优秀的民族传统影像。在南京青奥会，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我们国家的女子摔跤运动员的时候讲，你们练的这个是外国的摔跤，在我们国家还有中国式摔跤，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，老百姓喜闻乐见。据了解，习近平主席还练过中国式摔跤。有一次，他回陕西和村干部聊天，他就说：“当年摔跤你学不过，当时的摔跤指的就是中国式摔跤。”南方抱腿自己七招地了，比赛不得规定手肘七头臀招地输一分。红方的手法南方要好一点，架两脚搓，现在这下架两脚都做的70%-80%，就差一点劲儿。如果转体再大一点，离手再深一点，可能这下就能成功。没发出来了啊，棒，这回能翻了，全都看看吗？挺聪明的，来了一下，对对对对，原来我比赛也是啊，原来我比赛也是，原来你教的呀，没教你，这个水确实不能放那么低。哎，稳静稳静，赶紧看这场了，下一队场俩谁赢了对你，看这场。他们总共四个人。啊，不是，不是四个，16个呢。后来结束。婉晶，别俩人看，好好看。二队接下来接下的是男子52公斤级比赛，红方队员私人牛户来自宁夏大本队，南方队员孙成来自山西运城沿湖区。淡不淡？别上，你在吵着呢。伤的一脸。1-1啊，1-1都出边线的，没什么太大的。婉晶，你看这就是冲的，你切这冲的，千万千万不能跟他查，尤其那猛的，你看他就查。
你看他都是查的，漂亮，都脸红的了。哪位方？看哪位方？三方，一排，开始。啊，一排，穿蓝色交易队运动员，入，得了一分。当时还有全运会呢，在我印象当中，那是中国水晶参加全运会的最后一次，他获得了74，反正是七八十公斤级的冠军。蓝方女人，在我印象当中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全国大项比赛。初生牛犊不怕虎。男的是左边，这一人入，你看别的还没有。是。俩人，俩人，你看走着要就长。男方左边，女方右边。蒙古的教练员告诉他要抓紧时间进攻。你看，反正这一推，这不就出去了吗？真线走，走了走，快，就在跑了。他是右边的，叫顶上不能查查，不能，千万不能跟他查上去，一查你背着。今天，哎，文佳，你查这种这种转直门，顶上。他不仅要有技术，还要有体能。文佳，你顶上直门。当然是先赢后输。行不？现在先赢了，你跟谁？力量，体能不行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一台比赛什么没有没丢。最后，投方运动员刘根胜，来自北京天津人民。来方运动员刘根胜，七分点，输掉一分。
请在场地里边的，请到后台上去。来，咱们二台的裁判员帮助协助一下，二台的裁判员帮助协助一下。离远点儿一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跟他说查好分就吃亏了。现在在一台进行的是56公斤级男子的比赛，30秒了，现在场上比分4-7，红方开始领先。
赛结果，北京的刘天胜、洪方方胜。不要给他摆。别跟他发药啊！两个，加油
抓直门，抓直门。大兵是谁？大兵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兵主，说几个？人家那个有两个。大兵们，加油！兵主，兵主，兵主，二十多了吗？
二十多人。没有，大哥是不知道有空玩有空。我们这待会儿都给了老四哥找我，我说我有张课。杨秀哥，对，我先下去。行，你忙你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转。要收要收啊！要收。这车是不是停？要收。把手，别急。李领袖，我李哥。要收啊！要收。要走要走，谁要走？抢地上要收，谁要走？别给他卡着，别给他要收啊！别发油。别个啥？别门！来呢？对，成功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兄弟，你这么帅的！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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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走！好，要走！李哥，我李哥。冲了，往里转，往里转，往里转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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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先拿，先拿。永飞，永飞，永飞，有一分来，有一分，抬头喊开啊！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开始。好
请速到咱们中间。内蒙古和乌珠穆沁旗的额尔德、苏格格、苏密特等级包括协会的扎纳，请速到咱们中间。好。一台比赛结束，来方方队员鼓手。打成牛，对对对，打成牛打成牛。
好，那带你来。主要是一场，现实全来。稳点，稳点。一排比赛结束，红方队队员获胜。刚才给发刚发个地址，发个地址就好了。哎，蓝方的左肩，蓝方的左肩先交给你。这场不太好。我们老干部俩是北京，中国是北京，非常感谢收获。你手能干的事儿，叫定。对那葡萄头对那个啊蓝方的都是顶完了逼迫那个努力一排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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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好的。
对方的。这没必要啊，这给烧了，钱没用，有病的。打完之后，喂，开始。真的吗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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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不能，这个录完了能转出来吗？能，也能往微信转。我那我不知道，可能转不上吧。这不能直接往那个那啥点上投，连往哪儿转？网上，网上做碟片都可以。快点！
全击了啊！快点啊！再拿一分。杀一下去，弃权了，兰哥。两秒钟，加油！两秒。这门旗，门旗从后边过来吧，啊。再往里来一来，再往里来一来，你们啊，再往里来一来，给他们崔有庄那大伙李运涛，运涛他们在这边。好，我们这个会上啊，到齐。崔有庄的大伙马上进入，马上进入啊，马上进入。谢谢王凡儿这些同仁们，真是
始我也摔跤摔呀，这个勾心的一些，开始呢特别简陋，就在广场，一个小屋里了，放在他楼上一个小屋，最后呢还有一个越宽敞越来越好，现在呢这个基地成立，对咱们推动这个中国摔跤在南方地区的开起了个大作用。第一呢，这个地方好，远山近水都有。另外这个场地，刚才我跟周站长讲了，挺规范。他应当推动咱们这个廊坊地区的宗旨的开展，一定要推动这个。这个希望大家呢，就精诚团结，把这个在咱们这在交管，长期办。本着中和底进、自强后和我们的理念，使它发扬光大。谢谢大家的以后努力啊！白哥，白哥，加油加油！哦，中国，加油！还有身份证啊！好，预备，开始！前面那个是不是已经往电了？对。一台的红帽上午就用过这个弹梯，先做一下吧，再做一下可以。你先招呼给招呼好。穿红色球衣的运动员，在去年的比赛当中也获得了这个级别的冠军。现在这两个人就是女子65公斤级的冠亚军之战。麒麟公共职业学院的赴任同路人。
乐府职业学院的中日同步人，请速到讲台。红方使用动作来攀反攻，得一分。二台比赛结束，红方运动员获胜。二台接下来进行的是女子七手公斤级比赛，红方运动员苏日和来自山东体育学院，蓝方运动员黎盼盼来自天津体育学院。嘿，是七十五公斤的女子冠亚军之战。太高了。他不看表，不着急急啊。没有时间，所以用三分。对，石岩柱站立了。太帅了！完了。一台的红方踢，得一分。
现在谢谢。冠军，能不能跟你合个影啊？哎，这行啊，谢谢啊。正好有人帮我，你帮我照一下。
哥，辉哥。Thank you.
别找了。把那证书都卖了。你问我有人买百度卖了没？我要是半高数，高数，这俩。一会儿张一下就能走了。那一会儿自个儿开车回去慢点吧。我们俩一会儿就走。孙岩，我这边我一人都给他了。刘思雨去找刘思雨啊，他的东西还在，他的东西还在那里边呢，还在屋呢。你偷我东西没借？啊，对。我靠，你别喝酒了，真恶心。你我跟你说，你也别打这耍招了，剃一光头发。Thank you.